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师姐你好，你好，来，请你站起来好吗？暂时停歇一下。我为什么特别要访问这一位师姐哈？在我们上正气班的时候，我们常常哈就是旁边左右坐哈。对，同学，对，同学啊。哎，真的，你今天是写的什么样的联位啊？我是写那个护坛。哦，护坛呐。哦，你今天是台中道场吗？哈。我，哎，对。对，那你护坛今天早上几点来？我，8点多吧，八点多，我没有很早。为什么不是他们到5点半就到？啊、我睡过头了、欸，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哦，大概这个时间、欸。那呢，这样子的话，晚上你想要忙到几点？晚上哦，我每天都来。哦，每天都来啊。几乎啦，几乎每天都来了、哦，我都大概早上一个早上了、哦，然后一个下午就回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哦、这样子。是是，非常好，非常好。大家有心，然后呢，看自己的时间什么样呢，会比较配合的。那天天来，或者是抽空就过来，真的不简单哦。哎，加油。是是是，所以就是说付出了哈，有自己有公设一些什么联位，有那个。祖先联位跟那个英灵联位，是，所以这些英灵联位，也就是来不及出世注视的这些英灵啊，但是就是说啊，可能父母亲的疏忽、不小心、无奈了，可是这些英灵他还是必须要成长的，所以我们公社这个联位呢，就是好像啊，刚刚进来的幼稚园、小学6年级，然后国中、高中到来，他就可以去转世投胎了。希望他转世投胎。是，非常好，今天谢谢您接受访问、哦、谢谢。而且呢，就是要这么样的虔诚、诚挚的心呢，啊，来为这一次的法会来付出哦，就是让我们的法会更加圆满。谢谢，祝福你，谢谢，谢谢，感恩，谢谢，感恩，感恩。好，来，我们来看一位熟面孔哎，哦，你一直在翻你这个，你好，你好，你一直在翻你这本是要看什么呢？要看资料。看今天的农历几月几号？对对对对。那结果今天是几月几号？还没看，应该是19号。19号，哦，19，所以19，哎，对。问一下就好了嘛。不过因为哈，大家都可以看哦，在我们的义经大学，每一位学员呢，就是有这么样的一本学员的手册。那这个学员的手册呢，就在让我们看日期啦，什么好日子啦，或者是像这样国历知道，但是农历不知道呢，那我们要怎么办？这一本也是清清楚楚的哈，这个我们管称它叫小黑啦。今天呢，你是公社什么样的联位，可以跟大家分享？公社祖先联位，还有妈妈个人祖先联位，还有就是我个人的累劫恩亲在祖联位，是。哦，是是是。
所以说这些都要先填写哈。那你觉得哈，像师父这么样的有心，把这些所有的莲位的这个文书啊，都这样子哦，写得清清楚楚的，在我们跟祖先他们相应心的时候，你觉得很殊胜，对不对？对，这非常殊胜，因为一般的话，我们都不晓得要怎么跟祖先讲啊，怎么跟祖先沟通啊，师父都已经。就是已经写好了啊，我们就是把资料填上去啊，很诚心的练一练啊就可以的，哎、哦，是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没错，是。所以有很多人说哦，不要摆呢，因为我觉得点了去，真正唔知被讲啥，没有关系，在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哦，像这个问题呢他已经帮我们很慈悲的把每一种各种不同的文书呢写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让我们跟我们的祖先呢，或者是这些诸灵们，我们所供的养的这些莲位呢，可以印心的，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感恩或者是消灾化解哦。今天你自己来？跟我家师姐来。师姐在哪里呀、啊？在那里。哦。对，他去。做那个法工，哦、是是是是是，师姐要不要过来一下？啊，不要啊，不要，没有关系哈、啊。对对对，不会紧张，你就是讲这个而已嘛。就是说我们在法会的时候的访谈了、啊，都是非常的生活，就大家自然就好，没有特别的一定要怎么样啊。不过最主要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机会呢，就是法会的时候大家又相聚在一起，好、哦，然后又互相的祝福，这是非常棒的哈。谢谢您，感恩感恩。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我们看了一位熟面孔啊，廖师兄，廖师兄，我们看到你哦，来，嗯，是是是，就是你，快紧，头毛白白不要紧呐，就过来啦。等一下，来来来，哦，那个一定要访问到你，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的义工利人天呢，我们很感恩哦，也就是我们的廖三星廖师兄哦，也是这样子哈、哦，你天天上来吗？还是没有？今天轮到我们二十届正气班哦，是，对对对，二十届正气班这次来多少人？大概二三十个有吧？二三十个、哦，最早的五点就到了，大概15至20。哦，是是，啊，陆陆续续的来。哎、欸，对对对，所以你今天来已经做了哪一些义工该做的法务了？就是从那个厨房端那个要供养的菜、啊、熟食的菜，是哦，然后就按部就班的弄成几盘，是，32桌，哎、欸、这样子啊，一桌有10道菜，是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每一天哈、哦，就是早供、午供、晚供，我们将近100桌以上。对。对，这100桌其实很忙哦，你不要觉得说啊，这是100桌很简单，这个供好了以后收回来，盘子就要马上洗干净。对，那洗干净以后擦干，擦干，擦干，对对对对，然后就再准备下一次要把它分好，哦、分好，哦，再等下就定位，是、哦、是, 是, 是，早供完就午供嘛，午供完就晚供，是，对对对，现在目前就是已经准备晚供的好了，哦，也 stand by 啊，等一下师傅哈。哦开始哦，共修到，第二节课下，第一节课下课，我们就要就定位准备要晚供了。嗯，晚供大概都是几点？大概3点左右。哦、嗯，对对对对。3点左右就晚供哈，所以说早午晚呢，我们都是要准时的开饭嘛啊，就是让这一些诸灵们，他们可以呢来时及去时饱。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这些的熟食，大概每一道菜都有几，每一桌都有几道菜，大概10道，10道，对对对、哦、对对，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廖师兄呢，多年来当义工有很多的心得了，所以大家呢这个一个收的一个供的呢都是有顺序的哈，对对对对，非常好，那你今天我刚看你点香了哈，对，开始要进去礼佛拜拜了，对对对，啊，非常好，那我就不打扰到你的时间，谢谢，感恩您，这义工功德无量哈，义工利人天，谢谢您，感恩感恩。所以我们呢就是感恩所有的法工们，
义工们，真的像师父开示的义工利人天啊，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忙，而且呢，忙完了以后呢，他自己有一些公社的联位呢，还要写文书，还要秉文书，真的很不简单哦。那我们当然哦，来来来看看，好像，哎，师姐你好，可以让你讲几句话吗？没关系的，来。第一次来，我真的不懂。不要紧，啊，这是。来，先生来，跟来，画家，贵姓啊？姓朱。哦，朱先生，你好，你好。有上课吗？没有，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我们先问是为什么？你知道说我们这次的丁酉年阿弥陀佛法会，你知道要来供养莲位？朋友介绍过来的啦。朋友怎么跟你讲？他说，可能我有一些那个问题，来这里可以寻找到解决的方法。真的，你的朋友说的都非常的实在，因为我们阿弥陀佛圣诞法会总共有33天的时间，那可以来听经闻法，心开一解，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公社是什么连位？我今天来做那个冤亲债主跟超拔祖先。两个都。非常好。为什么他有告诉你为什么要超拔祖先吗？他说：“既然来了，就顺便，反正就是自己祖先啦，哎呀，顺便就用弄啊，嘿，这样子。”知道了一次以后，不要说顺便，以后是特地，因为祖先呢是我们的守护神，也是我们的守护灵。祖先熊盖天咱的家孙呐哈，所以咱家孙我进了这个孝道，就是祖德流芳。好，谢谢，感恩哦。那个人的冤亲债主，你公社了以后哈，这时候要来做顺息啊。好，谢谢，希望如此，谢谢。祝福你啊，感恩，谢谢你。好，阿弥陀佛。你看吧，大家都这么有心了，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公社祖先的连位啦，或者是说个人的冤亲债主，有些人做事情啊，就说哎呀，我只差临门一脚啊。你看考试差个0.5分，一直好几年都如此。但是呢，你来公社，我们个人的冤亲债主哈，一定呢会帮你这临门的一脚呢，一下呢帮你呢就这样子正中下怀，让你过关了。这当然就是冤亲债主了。不过我们知道哈，里面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呢公社了，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我们就是一起进来看看吧。好，有人特别指名哦，就说哎呀，万班长长那个高高帅帅的那个哦。你是第几班第几届的班长？我是台中道场第21届啊，副班长。副班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余定成，21届甲班啊，余定成。是，非常好。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余班长呢，其实他做的工作，他的事业也是非常的好。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做环保设备，制造。非常好，非常好。手里还拿着香哦。今天来这里是公社什么样连位来的？就是祖先，还有大连位。就是路段的大连位。你怎么样有心呢？这个路头路尾的这些的大连位，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就是要相当的有心哦。那让为的就是说利他，让这个地方都平安嘛哈。所以这公社连位，还有就是祖先的连位哈。对。事业做什么大，再做怎么大，祖先我们一定要尽孝道，对不对？是这样。对，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也让祖先祖灵能够来这边来听经闻法，然后可以为这样的法会真的很殊胜。是的，非常的好。因为你手里还拿着香，还刚刚一直在拜拜哈，所以我就不打扰你。那把班上今天来做义工的这些学员要带好，副班长。一定的啊，没问题。好，谢谢你，祝福你，祝福你。谢谢。我们可以看哈，很多人都是非常的诚实，而且呢，就是说自己身兼班上的帮务，可是呢还要来做义工，而且呢还要把学员们打点得非常的好。这就是说我们真的像一家人天下一家亲哦。而且呢，除了说一家人之外，像我们供养这么多的诸灵哦，其实就像说我们大家来听经闻法，让我们呢很多人呢听了以后呢，我们心开一解，而且呢消灾化解，这样才可以让这些诸灵们呢放下他内心的这些怨贪嗔痴，更何况我们洋人也是一样哦。所以说法会真的是非常的殊胜的。来，
我们很高兴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梵呗的圆蒙法师。圆蒙法师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那看到发挥哈，看到我们这些梵呗的法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尊敬跟敬佩，因为要在这33天的丁酉年阿弥陀佛法会呢，要恭送我们维新圣教30经啊。现在送过几次的经典了？我们今天是到第5天，已经送5部经了。那几部可以告诉我们吗？今天是我们送风水真经。那昨天是地母经、天德经、老祖经啊，这些非常好。对对对对。每天哦都这样唱诵啊，会不会很累啊？师父没有很累，我们觉得做弟子绝对袂使讲嘞，真的有法务做，有义工做，有经来送哦，这个是很殊胜的，因为有你们的诵经啊，我们的祖先或者是诸灵们呢、啊，他们是感到非常的欢喜心，而且每一个人听这个经典了、啊，都是心开意解的。是啊，但愿我们师父的愿大力大。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历代祖先、法界众生，我们都愿能够离苦得乐，能够在一个很清净的净土上，能够给他们的满愿这样子，对。所以在我们诵经的时候，在前面带领大家诵经，佛前那带领诵经除了说这个叫做董尊，要怎么讲？我怕我讲错了，不好意思。要总共要多少人？我们这一次师父所安排的，诵经师法师有前面有7位，7位法师，每天早上就从7点就开始，送到早课以及午供晚课，完了之后我们还有。有时到亥时的这个解缘坛、对师父是苦口婆心，我们为了化解众生在这一次的法会当中真的很殊胜，很难得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我们都能够来赶快趁趁这个机会，大家进来共同参悟难得的5000年来真的很殊胜阿弥陀佛。是所以这个解冤坛就是下午才开始嘛？有时至亥时。有时至亥时，那时候要供几部的经典？我们有晚上有时从开始就是有《佛说琉璃王经》，还有一部《天德经》，以及《佛说阿弥陀经》。我们念这些佛号，都能够给这些释迦族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能够解冤释仇，阿弥陀佛。没错，这个过去这些祖先他们的问题，对，然后留下来这些恩怨呢我们有时这个坛位希望呢就是大家听经闻法解冤释结，放下自己的怨，然后呢让自己心开意解，这个呢就可以消灾化解了。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呢感恩我们的圆蒙法师百忙当中还要利用你休息的时间来跟大家开示一下。谢谢感恩你，祝福你，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好，谢谢好，谢谢你，感恩阿弥陀佛。谢谢是你看吧，我们大家都这么样的有心大家都这么样的有心，然后呢每一个人来呢就是这样子来拜拜来，我们今天看到了来是我们也是非常忙碌的，就是我们的佩璇师姐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佩璇师姐现在手里拿香你就是每天都会来拜拜吗？我有上来就会来拜拜。是。那因为我们知道你很忙有时候师父有很多的法务要忙，都有交代嘛那在这一次的法会有公设了什么样的莲位吗？公设比较特别是那个冤亲坛，就是那个释迦族的，有3位就是993同的那边要另外安设这样子，对，所以有去尼泊尔的法师或是有根据的都要另外再
禀报那个祭文，是是这样。好，就是禀报祭文哦，这个坛呢、啊，解冤坛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哦。尤其如果有到这里坛城里面呢、啊，大家一定都会知道的哈、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你看哦，虽然我们33天，但是来的人潮还是非常的多，可见呢，我们公社联位还有这些阿弥陀佛的圣诞的殊胜哦，因为往年来你一直都是知道的哈、哦。有什么样跟大家来分享的？分享就是，只要就是说我们很诚心的来，就是我们公社有15615姓氏啊、嗯，然后有天子帝王啊等等，还有自己的累劫冤亲债主以及祖先等等，就说哎、欸，我们要很诚心的亲自来拜拜，是是是，那我们哎、欸、累世的这些冤亲，可以让我们在这一世把它解掉，然后有哎、欸、需要就是说有特殊的要做一些连位的话。那也在外面，我们在大门口那边有一个坛，那你要就是自己去很诚心的去禀报这样子，哎，对对对，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法会，我们也在这里呢，也恭祝我们这一次丁酉年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呢能够非常的圆满。嗯，谢谢，好，哎，祝福大家，谢谢，祝福你哈，阿弥陀佛。我们知道这次的丁酉年阿弥陀佛的圣诞法会，今天呢进入了第五天，那也是今天就是轮到我们台中道场的义工们哦，来这边呢、啊、做这些法务嘛哦，乔玉师娘哦，呵呵，看她笑眯眯的，怎么可以让她不说话嘛？师娘你好，阿弥陀佛。你好，阿弥陀佛。你好。那师娘哦，还有带来就是品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义工不落人后的哦，那今天有多少学员一起上来？今天大概60几个嘛，有60几个人。我们从对早上5点一班，然后下午2点一班，晚上再一班。哦，就分班来的啦。对对对对。哦，对对对，因为分班来哈，可能工作上大家都弄折掉了。对对对。我听说上一次呢，也有人就是在做义工没有做到，但是你还留两个桌子让他推一下，他也做得很高兴啊。对对，大家同心协力就很快乐。是，那你是早班还是午班来？我是早班晚一点。早班晚一点。哦，那是开车吗？哎，我自己开车过来。哎，袁一华是他先过来，那我在东西，所以我晚一点。是是是。那通常我们早上一大早是几点要到？5点的话就要准备早供的东西，6点半以前要把所有早供的东西全部摆完。哦，所以第一批就是5点一定要到。是是是，这第一批也是辛苦了哈。那品轩师姐，你是几点到的？5点。你是5点到的？对，5点到。现在有想打瞌睡吗？不会啊，我们是打算撑到9点。对，那我告诉你，请问一下，你早上呢5点到现在做了哪一些的法务？做了就是从摆盘打菜，然后一直到摆桌、收桌、洗盘，对。还有那个就是厨房那边钉彩那些，哦，钉彩，对对对，非常好哈。是啊，这一些虽然说我们家里都做过，可是这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哎，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而且同修义工越做会越团结，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哈，团结的心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就是说进了维新圣教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了，对，就只是说工作不一样，班级不一样，但是就是一家人。那利用法会这个殊胜的一个日子呢，可以大家在这里相聚哦，真是非常的棒的。对，谢谢你。那品轩呢？今天你说一撑到晚上9点，对，晚上9点啊，那一定还有很多法务哈。譬如你们早上大概有几桌，你知道吗？早上32。32桌。对，然后中午也32。对，那晚上比较多。对，35左右。还多了一个解冤坛呐哈，所以说这晚上这个擦擦洗洗当中哦，学员应该都是驾轻就熟了吧？对，就是可能早供比较不熟，那午供的时候都很熟，然后再包括上菜都蛮有秩序。是，对。所以我们知道哈，就是说我们的师娘哦，其实扮演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角色很重要了哈，因为学员都跟师娘很好啊。那你在推动这些法务，事先师娘你要宣导，还是由圆玉法师啊带人来做宣导？一般的话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宣导一下，然后私底下我就拜托班长啊，还有
群组里面赖，就拜托大家说，你如果早上有时间，你就早上来啊；晚上有时间，晚上啊。大家都很配合。是是是，非常好。所以说哈，就是师父也是希望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就是要圆融嘛。那大家圆融就做起事情来就非常的高兴。所以啊，丁酉年阿弥陀佛圣诞法会，我们一起来祝福啊，这法会非常的圆满成功。也祝福大家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